又快破了，哇哦，结尾吗？又快要卖多少？6块好像没啥啊，6块不就等于拆一件裤子而已对，我就差一件裤子啊。吗？还真是拆一件裤子，这一等枪欸，拿去拆，一等拆不了。枪不枪的价格还是蛮高的，除非是手枪，好像啊，手枪就拆，手枪就垃圾的，没办法。我们回接卖布，嗯哼。出不去。我刚刚卖了2组木材，好爽！走哪里呀、啊？救命！走哪这里里。哟？你不是从正门出来的吗？就对面吧，对面是体育馆前面，啊。嗯，对面是体育馆吗？你要打的准，呵呵，是乱打。体育馆那边，你看体育馆。真的、欸，你要去收萝卜吗？顺便吃东西，铁丝网，没关系，路障。好，踩上去就好了。好像少放一个关键地方。可以耶，哦，OK，路障就这样用的，垫进来，哦，有长出来没吗？有，一没大有，片马铃薯，是哦，只有马铃薯，太惨对了。啊，还要等嗯哼。真的啊，哇！哎，秃的，光秃秃一片，光秃秃哪里去？哦，我发现我打778只僵尸了。我才300只哎，电什视里帮么？我杀的。你居然已经杀到一半的数量了，明明玩的时间没有我久哦。买的人一定会觉得很奇怪，这个人一直在涨价。我看是不是同一个人买的哦？有人买了吗？不是，我在看，不同人买的，同一个人买的，有同个人买跟我，有同一个人跟我买同样的布，他之前买500，现在买800，这下涨到1000，要命这个。你被买了吗？1000的，还没啊。才刚摆上去而已，怎么可能马上被买？好好他可能笑。也不会随时一直盯着看吧，可能他就稍微逛个街，然后再回来看一下，然后发现布又涨价了。开心吧！快爆了！我木头快要可以卖了，我砍一砍去卖好了。我在休息区伐木就好了。嘿嘿。我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伐木，不然一堆人在盯着看，我会很害羞。嗯哼。嘿嘿嘿。对啊，近战武器的话就是垃圾。嗯哼，我有2把斧子，哦，让你等一下去伐木就不用担心我了。是真斧子。